内囊炎的按摩手法是怎样的？一、用拇指和食指指腹压迫内囊，按在鼻根及眼睛的内眦中央的部位，顺时针的方向挤压脓液，眼角就会有一部分脓液流出来，擦干净，点眼药即可。适用于眼睛里面有脓性分泌物的患癌。二、用拇指和食指指腹压迫内囊。按在鼻根及眼睛的内眦中央的部位，有一定力度的往下按压，通过按压能把鼻内管下端阻塞的膜给冲开。先洗净双手，将食指放在眼内角的位置，以均匀的力量向下按压，用食指指腹从眼内眦内侧至鼻梁而后鼻翼，顺着鼻内管方向上下按摩，反复10到20回。天天按摩4次，利用按摩产生的内压，将鼻内管末端的薄膜拆开，原理就像挤牙膏一样。经常流眼泪和眼有较多分泌物，可以用手按摩眼内侧与鼻子根的中间，用指腹轻轻滑动，每天做3次，每次约5分钟。同时给宝宝多喝水，滴眼药水，可以使宝宝内囊炎的症状减轻或消失。用指腹在眼内侧稍下滑动按摩，多喝水，滴眼药水。如果不能使内囊炎症状减轻，可以考虑到医院进行内囊再通术。